蓉儿，啊！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失约。让！为什么？交出圣剑，否则你就得死。老大，老大！小仙妹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就是秦尚城，是你未来姐夫，为什么要杀他？小谢，哎，不必追他。大嫂，这是咋了？我们先回去。哦。小仙妹妹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我们先走。